什麼叫最好，什麼叫最公平，我相信是沒有的。在以前這個港英年代，我們何來這麼多公平選舉呢？在個政改呢，我覺得如果是向前進步，有進步的話呢，應該是接受。最近有個醫生朋友叫我，喂，你出聲啦。我出咩聲？他說如果可以一人一票的話，不要只是給千二人玩完，投票權又是他，選舉權又是他，我們沒得玩。但如果你說一人一票的話，有500萬人可以選，為什麼不可以多些人一起玩呢？多些人參與幾時都是好的。所謂什麼叫真的要假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是不是好過以前呢？是不是有進步？我覺得只要有進步，就應該好像小朋友學行那樣向前行，不要怕，是吧？不怕得那麼多。如果你是要投反對票，我們都很無奈的，但是如果是這樣呢，這是一個香港的損失，希望過到了。